今年全胜啊，今天全胜的这些选手，嗯，那全部都是败部的选手要来挑战胜部的冠军。第一场是温韶文挑战许凌轩。好，一个右边哈，一个左边啊。那当然看压宾的，我当然还是许凌轩的哈。我们闲聊归闲聊，但是许凌轩的战绩太丰富了啦。这个是给半胜的哈。这个手已经抠到对方的腰带上这么远了，对，这个控制的非常的非常的强势啊哈。这如果不犯规，他可以搞不好抓到屁股都可以，因为抓到屁股就犯规了。哇，那控制的这么深了，而且你看这柔软度这么好，肩膀哦，他的肩膀他能够承受力量很强，对，所以他可以做出这样的动作。那一般来说，你抓到颈后，基本上就极限了哈。那你再往下抓，就是你自己肩膀的压力会很大。那现在许凌轩获得一个半胜。同校，同校竞争，柏林里啊，好了，在这里做了一个后挂哈，不错，马上第一格就破功了，哇，这没办法哦，许凌轩是世界排名这个成人组68名的一个选手，真的是实力不在话下，所以我们恭喜许凌轩拿到精英排名战的冠军。也恭喜温韶文啊，更要恭喜台东大了啊，两位冠亚军都是你们的选手啊。